哦，来玩这一款吧，一款抢先体验，主要是扮演一个酒鬼经营农场，然后想办法让它，生存每日吧。标准，就它好像是这个是不会死亡的意思吧？那就是走正常就好。开始。1945年5月。哦天哪，为什么太阳这么亮？我的头要爆炸了。宿醉，如果不是因为酒，我一个人在这里会疯掉的。他说你们为什么离开我父亲母亲？他说你们肯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，担心我。他说农场的情况很糟糕，我知道，我自己也是这样。他说这让我想死，但是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子躺下放弃他的生活。他说没有我毛毛该怎么办呢？不能这样离开他。这一只猪啊，他的宠物。他说天气看起来不错，很好，该去工作这样。他说：“或许，也许，哎，不行，今天不行，把那些瓶子放到那里去。哦，他们在这里，他一直在找酒喝吧。”他说：“亲爱的主，原谅我啊，我知道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会很伤心。他说：“或许根本不在意，提示一下就好了，任何东西都可以这样。”上面他有把那个 FPS 秀出来，要办好。他说卡西米尔生活中一些过往正在等着你，熬过这些日子，在游戏的最终版本会有更多期待。我们的主人公熬过一个非常的夜晚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看看你的周围，那新手教程，或者是怎么蹲下，潜伏，播放。哦，地主之眼就是看什么可以互动吧。这样棒棒可以捡，他一直说要捡这个单一捡，都是捡树枝，猛男捡树枝。打开他的仓库，他说：“这个卡西米尔捡每样东西都是他带着，你可以通过脱衣放在中央下面的携带物体，然后他能携带的东西很多，但如果袋子太沉重，会拖慢他的速度。”嗯，他是说可以脱衣，还是要装备啊？巨无的可以使用目前的拥有道具，不懂，野路。他应该是要我先把它捡了。哦，应该是吧。他花束整个对到了，所以他物件越小越能碰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他说田里已经清洁完毕了，清洁完毕了嘛，不会伤害到自己这样。他只要给那个毛毛吃东西这样。解决他的困惑感，那是苹果吧？有些物品可以互动两次，仔细选择。然后呢？第二是指这样。他说消耗或是给他扔出去。如果你捡到苹果没有东西，他知道这个吗？踢他，走头，踢他，不能给他、啊。他只说解决他的困惑感，那是我所有东西都拿了。嗯，是指这样一个，
这是什么？再把它丢掉。哎，升降机是哦，它翻有一些怪怪的，但是，哎，装备吧，他没有教我怎么丢，他只说消耗，六件，这是我自己吃啊，这种鬼，他没有教我怎么扔出去啊，看一下，扔出去。EF 交流，F 吧，也不对，或者吧，这边就卡住了，第一不明，他只要我帮他解决，但是不能踢他，这样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我把它吃完了，他说我太渴了，哦，他是说我不是猪哦。那我来把它吃掉。要呢？他说这块地需要种植毛毛吗？在哪里？刚刚是要自己吃啊，然后因为有中文输入法，所以按了老半天快捷没效。这是我们的马，还不饿。他说你可以看到互动。他说：“这个老家伙该拉犁了，所以呢，引领，哦，把马套在犁上，他在谷仓里，不就是一个新手教学？他说是这个吧，犁，贴近了，看到。”耕田，更多是什么？开始耕种，离开，完成。诶、欸，老慢，这台老马拉犁，也太慢了吧。这很慢，没关系。他说这样就有了吗？这样不是、欸、开始耕种，要按开始耕种。哦，等等。哦，失控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每次出去之后要重新按吗？啊，失控了，算了，其实不好动。那 结果认好了，反正最后他是要出去。开始耕种，用马耕田，好，我怎么不用牛？因为它只有马，没办法，这个真的很难操控，因为它这倒退是很难倒退的，能前进这样。他家只有一只猪跟马吧，所以我只能选择用马了。反正是进度只要100%就好了。真的难控制。剩下最便便吧。OK，重新出发。这有点高难度诶，那不如干脆用人力还比较快一点，我感觉的。算了，切西瓜好了，我决定了，100%就好了。
甩尾，完整了，差一点，有了，有很多可能性，按住 F 可以看到可能性，因此不，他意思就是完成了，但是我已经精疲力尽，我要去这个小屋躺一回，就是那个能量 power 左下角，那说反正他累了就要休息。他家屋子在哪？啊，这个。他家的床是在这边吧？他说：“毛毛，让我们睡上几个小时吧。”然后，他只能是现在，几个小时，两个小时。1945年7月，好像直接跳月份了。他说已经早上了，喝够了，所以前面就是只是练习而已，现在才正式开始。他说两个人喝五升太多，他指的是他跟牛吧。他说我是又没钱了，该死，宿醉了。他说我必须再卖一些工具给约翰，就是换钱的意思，因为他要买酒。约翰素你吗？约翰卖掉你的工具，身材工具都卖了。约翰，那我们交易吧。欢迎来到农夫生活，只要你有不需要记什么，好，反正就是意思是说你可以来这边看的东西啊。他说交易可以进行交易，市集是其中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锯木厂，然后市集有几个摊贩，一个商店，每个提供的品种不同，他只有能对购买特定的物品感到兴趣，把你的东西设备放到这个商店的窗口来出售。购买方式则是相反，按住 Shift 可将这个交易的所有应用于所有特定的物品。你可以尝试偷不值钱的东西、被看管着的物品，但后果一定要准备。这样，他是说你可以卖掉，不是？他说索菲亚一定有伏特加或啤酒的库存，我先存个档一下啊。他不能存，索菲亚，你看猪会跟你讲说，索菲亚，我怎么买啊？高糖。他说伏特加。哪一瓶就好了吧？哪条路回家，毛毛？毛毛？毛毛，你怎么不见了，毛毛？毛毛走得比我还快。他说：“如果我继续这样做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但是他还是继续这样做。重点是。重点是他还是继续这样做。他说：“我不得不把梨卖掉，马和牛也会离开，很快的。”他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再自暴自弃下去，我就会把这些马跟牛都卖光。但是他还是继续自暴自弃下去。他说：“有东西抢走了几只鸡，好在毛毛还在我身边。”他意思是说他可能遭小偷了吧，然后鸡被人家偷走了。他说：“一旦我卖掉所有东西，其余的小鸡也会离开。”这是一个超级负面的开局，就是看一个酒鬼的生活。但是我不会卖掉毛毛的，宁可饿死。那我觉得等下毛毛就要去了，真的感觉是插旗。毛毛，等下毛毛就要走了。真希望该死农场能下地狱。这毛毛怎么怪怪的？毛毛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撞墙了？他说我口好干，好在这个什么井是有水的意思。他说我不知道仓库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这样。对，这现在怎样打水？可是打水却没有意义，啊。他说去你的仓库找点吃的，他指的应该是房子吧？
仓库，等一下。嗯，这个是这个吗？仓库吗？怎么那么多血啊？仓库，这比较像是仓库吧，但是没有半个可以吃的。那我觉得他说的仓库应该是指还是跟着毛毛走。对啊，是家里啦，他会带你去。快吃掉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打开了，然后面包，还有三明治，然后消耗。他说来吧，毛毛，再让我们继续睡吧。那我下次睡应该房子也没了。又来了，又直接垮到9月，我等下连房子都没了。好了，正式开局了，现在他装备帮我补。怎么了，毛毛？我不能潜了。见鬼！你想要什么，毛毛？他是我的奶奶，会被烧死，我必须把动物里放出来。东西，外面失火是不是？被雷劈到了。哇！又起来了，在宿醉。哇，快出来，跟着我走。也真的有牛哇，火烧鸡啊！扑灭火。他是说拿水桶。从井里喝水，这没有用啊。差多少？什么意思啊？差多少？可以装水，装满。我要拿水桶去装。装，对啊，我有装满了，有了。游玩的感觉，我才刚玩，你就问我，这我实在很难回答。现在就这个完全只是搞笑而已啊。只是为了生存，跟养村庄不一样。他说：“哦，有这个是走那种为自己而活，然后但是走孤守路线，不是很正经八百，就是从他介绍来说啊。”所以我觉得性子有点会玩到后面会有点不太一样。因为他没有很正经，就是从他那个介绍的感觉。去吧，我。还有哪里啊？这种坡得到啊，对吧？算了，这样也可以坡到。下雨，那个火比较大吧，这雨势也扑不了。他意思是要我去3、2楼吗？这种坡，那个从下往上坡也太难了，我应该是进去吧。跳起来坡，这无解了吧？那个到底是让我怎么把它扔上去啊？先把它停止。这个角度真的太难了啦！有没有那个？是他有站这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往下喷一次，有了。他说：“最后感谢上帝赐予这场大雨，这雨是有什么屁用？还有9月，他们也是9月10日。他说这些洞肯定要修补，我要拿到锤子，我也需要一个木板。
他说建一个厕所，那个厕所，找那个好吗？他说这边有木板，拆解，这有200个，应该是他可以等一下，哦，他可以捡一些些地主之眼，那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坏掉的。你这样敲一下就好了，嗯，那怎么敲啊？它是一根一根装回去，按住，嘟嘟嘟嘟嘟。他说哦，一次拿多一点。他说奶牛和马跑了，可能会被熊跟狼给那个吃掉。只是在那一场这个火灾中。我现在按住，让他自己打吧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不知道为什么里面那个东西修好了。嗯，他说：“我记得我父亲重建这个谷仓，上帝保佑他的灵魂。”我觉得比较突兀的是，你必须要用这个酒鬼的心态去听他在讲的那种感觉，那负面能量很大。他说他在回忆父亲告诉我，他曾经和这个他母亲在那边曾经一起嬉戏这样。我也想吐槽说，你既然都知道，你还放任，但是我一直想要克制住。那有鸡啊？上面怎么修啊？这就是我刚刚一直想问的，这上面到底怎么修？我好像打不到。他说战争夺走我的前辈，我试图独立这个农场的重任，这样。上面那个我真的修不到，我觉得应该是啊，我知道了，多拿几个板子，那个好像有个梯子吧。梯子，它里面好像有梯子可以拿，看看这个吧。哎，啊，这边，好啊。他是说从这边爬上去，攀登可以，但这个不对啊。放在这边就错，拿梯子，哎，不对，好了，再设立，好了。然后他可以自己上去吗？不行。哦，他这个操控是说你不能直接爬，你必须按照他的指令。所以就是你要上去的时候靠近物件，然后点选这样，有办法修吗？嗯，哎，我坏事是这边，不行，那你这样按住，我在修理吗？哦。他的意思是说要有铁才能做这件事，还要铁，毛毛带我去。不用铁，嗯，还要我修建厕所，是谁的厕所？为什么？带我来是为了修厕所。我靠！这厕所也太好建立了吧！看到，哎，你觉得怪怪，好像还少一边呢。啊，屋顶，需要屋顶了吧？他说：“终于搞定了，我不用再忍受在灌木丛中感受到这个人与是在野外 play 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多拿几个，应该可以吧？它负重量还蛮大的。”
好，攀登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如果不能攀登，会变成是你一定要拿它，然后一定要拿它之后呢，要等它。你如果在它放的过程中又按一，又把它拿起来，等它先定位，然后确定说它真的可以就是爬上去了这样。就是，但是刚刚的问题就是攀爬跟拿取都是同样的按键，所以我刚刚就是发生就是放了又拿，放了又拿。再一次，这个要蛮多的，没了，这是最后的。那现在是把状态锁住吧，完全没有扣那个。就这边应该等一下还会再过一次月份嘛。他说今天的劳动已经够多了，毛毛有个瓶子吧，意思就是他要再喝酒了。毛毛呢？他1946年6月，他西米尔失喝酒而失去了大部分的这个家产。他说我在哪？这是我的农场吗？但胜逊逊就是喝酒吧。他说在暂停中查看版主，是时候重新控制我的身体。对了，酒精是他的统治的，他必须结束。我知道这将是一个令人厌烦和烦恼的道路，只要远离酒精的时间够长，我就会成功。这是我现在急需要的，总是可以用啤酒或热茶来辅助一下，当然是在合理的量内。他意思说你要戒，不能瞬间戒，你要用那个什么方式吧。然后这有个善恶值，天堂与地狱，准备过冬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存档了。然后，所以我连房子都没了，不是。对啊，这到底我家在哪里？这是我家吗？这有个地图，啊，它是农场，可以快速旅行啊。你可以点一个点来让它快速移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父母去世的地方，非常想念他。我先看一下我家里剩什么。怎么感觉就比之前还大了？但不错啊。哦，我知道在哪，那就变这而已了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干嘛？收集，先把家里整顿好吧。先把，他说我需要喝一杯，我看一下他那个说明好了。如果不喝酒会发生什么事？伐木场可以，一个一个看好了。伐木场可以砍掉这个大部分的木头，农作物需要先用锄头犁来准备土壤，打草丛的地方需要挖掘镰刀快速处理。农作物使用的袋子可以播种，如果你看到地上某个地方，你可以检查它的状态是否增长速度。收获需要点时间，注意冬季它是要来的，一旦它来你就无情催你的农作物。你可以用割草来获得干草。凹片会受到损害，所以要小心的使用。农作物连什么？他说连加几打一坨庄稼就可以了。使用地主之前去看说哦，如果被农耕土壤会失去肥力，你可以使用天然的肥料炉灰堆肥粪便来恢复活力。如果有机会获得这些东西，且会有一桶，你就可以开始为你的田地施肥。但记住播种前要做这个动作。小型农庄，田耕农庄吧，屠宰场。你送来的每只动物都可以被加工成肉和其他物品，只要你的库存拖到，看它加工多长，会得到什么。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尤其是最大的动物之上。所以毛毛也可以丢上去了。啊，干草叉可以收集一些农作物的用户界面，那是生理需求吧。道德值标准，如果你在开始开启了老年的选项，这个会影响到卡西米尔的一生。然后还有他的年龄呢？为什么要显示他的年龄啊？那只是指你活了多久吧？
一下，用步枪打猎，都没什么人，所以你可以在树林中很多野生动物，用步枪狩猎它们。一中堂弓很胆小，但也很稀少，所以要谨慎瞄准。用步枪打猎可以，你如果当场可以收尸体，但这只能获得一点肉，最好把大部分都带回来处理会比较好。用陷阱，好像是一样吧。不同动物会被不同诱饵所这个吸引啊。脑黏这是一开始没有开啦，如果一开始打开，记住你可以控制它的寿命。如果你纵容训，就是喝酒和行为不检点，那它就活不到太久。如果卡西米尔开始死亡，必须提高他的精神水平，或你最好准备死神。如果可以让他成为正直人，那可能安然无恙活上一百年。油厂，你得先得到它，市场找到它，你必须找到原料，然后设备可以在厨房制作。酿酒，还有钓鱼啊，池塘，锯木厂。他意思是说你可以带来这边锯吧。他说那这个好像是还要花一点小钱，他会帮你锯，就是比较大。饲养动物，动物总会找吃的，所以他们不会再因为饥饿下倒下。然而如果你照顾他，给他们喂食，他们会在许多方面报答你。鸡会产下蛋，牛会产更多的奶，然后马会更愿意劳作。除此之外，从吃饱身上可以获得比饥饿的动物更多的肉。就是好，大概懂。先把东西收一收吧。先整顿家里。有欸，我有猎枪。呼，发，这应该走一发吧。装备，我要怎么卸一下？更多的交流，应该是把它拿下来吧，这样。使用，把动物拖在这里，先开始熟悉一下工作，不是工具吧？看一下有什么，这是什么？不能用，这个是，这也不能用，装饰用的吧？好，都不行，所以这边没有东西了。然后这边应该是可以整理一下，收集。OK， 中了，他身上负重了，红色，所以我应该，他就说开始我一直想要喝上一杯，他可以不要喝吗？我要怎么物资放储存呢、啊？我一想到就是那个家里有个柜子嘛，那个仓库，所以废品。他说早进不再使用，幸运的是有人会购买它们，从某个方式赚钱。这样，这废品是拿去卖钱。一瓶水 ，OK。我继续整理吧，先把家里整理好。这是什么？材料？哦，木材啊。后面这是什么？哦，一些也是废品。这个废品等一下可以拿去卖钱。然后它木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放这么散，这应该是起始材料吧。先把这个废品都整理出来一下。这个为什么有了又重？为什么他一直碎碎念啊？他坚持说，如果我来一瓶，就会更靠北。我先把家里还有一些可以整理的，这个是可以收获的吧？这个，这不行。漂亮，但是它能调的东西其实不多。视觉，我看一下亮度，可以，这可以调，稍微暗一点。晚上应该会调到，因为这个听说晚上暗到很打眼，没有灯的话。
板子，我看到有，大概知道有哪些东西了。这三脚架是什么？高级，这全部都可以回收。这种是，哦，这些都是多余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当是，现在用不到，也是肥料。太好了，我今天就先就这样过去了吧。哎 欸，为什么打不开？分开，这个才是。时间是左上角，它竟然是，它是以一秒一分钟，我的一秒，它的一分钟吧，我的一秒，它的一分钟，打开，等下再认识家里有什么东西，这个。这都不能用哦。那这个还有东西吗？还有鸡，收获，目前没有什么好收获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设施是有的。然后鸡真的没有半只，连鸡都死了。一无所有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应该有点像是可以把那个，也像是到时候如果要动物的话，是靠那个把它载回来吧。前提是有那个，欸，我有鸡啊，看到了，所以我还有一个基本款呢、啊。错不能立即放，去不得不行。好像都只用拖曳的。这树林也可以砍，那意思是说可以砍它吧？那个之后再说。哎，我真的有车车哎、欸，但是这个好像是那个，它还缺了一个轮子。那说这是什么？这个废物现在不会动，需要树林修理一下。某天。都要先修理，修你的拖拉机。他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活跃？就是要先有那个吧，轮子吧，不然他这样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还有个稻草人，其实他家真的蛮大，他就是有一块田地这样。快整理好，大概只剩一点了。哦，然后就是我带一个废品出去看看能卖多少钱。带一叠，我得先去踏踏青。这个已经好了。都是废品，这鸡可以干嘛？它走掉了。如果要是我们没关，它不就飞走了吗？轮工是个酒鬼，对啊，那是个酒鬼啊，所以就是我一开始他就说一直要喝酒。就是他的人生就是喝酗酒，然后你要想办法改变他。但是一开始他的负能量满点，但是你也可以让他更糟，反正他有一个道德。从井里喝水啊，看行能不能喝。有喝，然后突然好像变天了，太快了吧？说变就变。就还这么多啊？到底有多少个啊？
感知范围好像不是很远，要到一定程度才看得到。终于快把这个清完了。如果他想要改变的话，就先从家里开始做起。这是他那个拖，哎啊，靠背。现在发现有一个，这工具可以用吗？这工具不能用。我想说拖着他，或许刚刚应该要带那个去清这样。上就下雨，对啊，这台不能用哎。这桶子是什么？诶，该不会是酒吧？全部都是渣渣。应该是清完了。那我开始认识家里吧。收工收工。变好，那树的话，树应该要有斧头吧？我应该连个工具都没有，我看一下。掉落的苹果啊，苹果树。他一直说他家里有苹果树、啊。我留一个，我等一下看一个价钱，商店去找人卖，可以卖多少？哇、啊，这个好暗。叫钟检查，你可以从钟看到时间。哦，家里，这都装饰用的，就是没有实质的效果。这个可以。诶，怎么又突然多到这个？哦，因为它有下面的植物。他说这个字都叠在一起了。你可以在那边做菜，准备需要的材料。冷冻东西可以做一些，是切火腿片、切生鱼片、制作黄油。嗯，他说当你如果你要制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在这个画面。如果你离开的话，这个就会停止，这样回来就会继续。然后它有四个炉，你可以做饭。然后你要足够的食物，你需要有一个炉子来做饭嘛。首先要拿一些柴火，然后把它丢到燃烧里面，开始生火。然后不是总能顺利点着，要有耐心。一开始生火要添加柴火，炉子才会保持燃烧。你可以在这个炉上开始烹饪，按加减控制热量，影响到备餐的时间，还要控制热量。然后选择烹饪之后，它会自己开始。说你需要盯的是定时器，你不必待在厨房里面看，重要的是回到厨房要把饭菜盖上盖子。如果煮的时间太长，食物会烧焦或坏掉。要忘记添加足够的柴火，它会让这个炉子可以保持足够燃烧时间。然后做好之后，把炉子把它从这个炉子拿下来，出现在库存中。我大概知道意思了，它的重点就在这个炉子是你的生活必需品。哦。就哦，他这个家里，有啊有啊，有提灯啊，还有这是什么酒哦，扔掉，这个就好啦，看起来不用补油吧，那我就带这个，然后家里真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了，开始去外面踏青，那现在很早，虽然外面在下雨，那是假象。所以他这边有几个农场、锯木场、市场、教堂。我用步行的去看看好了，因为我想好奇的是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要开门。他是说右转是不是？我现在开着那个眼睛，我看路上有没有拾荒的人。这都不能用，这个水不能碰触碰啊！这是什么？好像没什么。但是路上没有办法拾荒，那我的经济来源，没有特别的，然后有一个最谜样的剧情是说他在东欧，他说没有撬棍开不起这个坦克，
哎，不行，他这个一定要撬棍，好，我记得了，撬棍。那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中间有一个建筑哦，这个有个藏了一个，马上去看一下，好像也是一个荒废的屋子，就是不知道谁家，太好了，我等的就是这个，果然，哦，不拿走，它里面藏了一个宝箱，但是，我看一下，问号是什么？右下角一个状态，这是冷漠。他说不喜欢走得太快或期待太多，这种悲伤可能会被愉快的饮料或者愉悦的温暖所给折服。啊？进去。他一直说你身上东西太多了，这是没办法进去吗？所以地图上有标示房子的，可以去绕一下。这应该是一开始的东西吧。然后还有没翻页又来了，哦，反正他刚拿到的应该是一些材料，这个应该是一种，看一下，药草吧。不管，继续前进。所以我现在是往四级前进。它的能量真的很低耶，那也不算低啦，反正它的能量剩一半了。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？三明治先吃。他没有说这可以吃多少，看一下，然后哎呦，半三分之一格。那如果想要真的要戒酒，那就一辈子不要碰吧，就是有这样。但是可能太极端，他可能会发疯。又有坦克，我说坦克啊，根本又要撬棍了吧？又一个房子，那这边几乎都是战，这个有点像是被战争之后的结果论的那个航海，都是不能用的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收集，又有宝箱哎。然后有了有了，有树枝了，对，外面有那个拾荒的来源，但是因为它现在太重，我想要先去市集贩售。先知道说废掉要给谁，他收吗？这是卖吃的，要帮忙吗？他说真是一团糟，看都难受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理解，但我只觉得你觉得喜欢的是没有用的，你的父母都在看着你，你把农场打理成这样那么多伤，现在还呛我，你的身体还可以，干嘛不收拾的不方便，把农场收拾的漂亮吧，带个女朋友回来喝咖啡多体面，现在有女人会愿意来这里，难道你还把他们拒绝不成？你打开日志，哎，对，什么意思？进度100%，我做完了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做了这件事，所以我表示我是。可以跟他回复吗？我们谈一谈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跟我打吧，好像就是跟人家打架抢劫。一份礼物咖啡。哦，这是跟他加好感哦。没关系啊，咖啡给你啊。哦，有什么好处？你成功了，我也感到高兴。就是他们希望我改变，所以你做到了，他就会你。他给你一个好处，看起来他是这样。他说你一直很孤独，这可怜的家伙，我都明白，甚至都没有给你做顿可口的晚餐，特别担心你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孤独。我会一步步向你说，其实一切没那么难的，你得先煮一个肉汤，然后拿给我尝尝。为什么要拿给你尝尝？然后最近给一些新鲜的蔬菜，你得自己去弄点什么，弄点肉回来。这样也不行，交易。这个不知道多少钱，把它拖到这里不行。他说他不要这种东西。咖啡，他刚刚给我打，不是给我打，我先存档一下。我想知道，到底跟他打是什么东西啊？
我先回主选单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说：“你确定要退出吗？”说多久是？我要测试一个东西，我不想要按了一个破坏友情的东西，所以我先存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在这，我来试验一下他的读档机制是什么。要看我站的位置，知道他是读最近的档案，还是我离开就另外存一个备档。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就点一下那个，我跟你打。好，然后哎呀，也还可以用这个方式洗天气啊。好，我懂了。我跟我打吧。他说，首先你需要一点酒精。他意思说你要喝醉才可以启用这个功能啊。那意外发现这么亮管比较好，那个按摩。哎，这台可以拿吗？不行。可以偷吗？看一下哦。他说可以偷哎。不行，他这是卖肉的，是肉吗？呀，虽然天气变好，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设定又跑掉了。完，他说一份新酿的烈酒。哦，你如果不想酒，就给他，跟我打吧。他说你现在很清醒，不会再去打架。哦，真的要喝完，需要帮忙吗？没有比烤野猪更美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答应给一些小混吃野猪肉，然后一头刚宰的收拾好的腌制的野猪可以放到烤架上去呢，可是我根本不会打猎，而地区没有猎人可以帮我，他打猎。那我跟他交易，他是卖肉的肉，他说最好在变质前赶快烹饪他，他有些会变质吧。问他说：“你收不收这个？”他不收。我要找谁啊？那个人站在中间，怎样？一个这是干嘛？一言不合就开打。这是干嘛？右勾拳，右拳。哎，我不能反击啊。是什么？哦，有了，哎呦，哦，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。防御会耗下面子，我被他打爆了。左拳，这谁中啥了？他那个出拳要力气啊！天哪！啊，没听见。防御了。放我出去，然后呢？这是干嘛？小混混吗？然后就可以掠夺他。好，谢谢，再联络。嫩逼。啊！我看到我家的三宠物被人家抓走了。他说需要帮忙吗？一个卑鄙的小用煤气包。把我的甘草点了，剩下的因为沾过水已经腐烂了。我想动物都喜欢甘草，而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割了。我知道你相处并不好，但感谢你的帮助。不过我会建议你到，因为我把那个……他们时间到就回去了，直接瞬间消失。然后他又在，还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时间到，他们都全体离开。打鬼，先。回到他说东西带太多走不了那么远啊 fuck， 那快速移动需要建立在那个，他的快速移动需要建立在那个你身上没有那个负重吧？哇，那这样子有点尴尬。啊，抓塞，应该不能随便丢。这边我要整个步行过去了。等一下先看有没有那个吧，拖车之类的。然后真的很暗，完了这个，看，幸好有一个灯。那个有点像是
刚那个队长我在猜就是一个小混混吧，在这边的，然后你只要靠近他，就会跟你打架，然后但是不知道东西是一直可以洗还是怎么样，但是因为你在跟他的过程中嘛，你是拿你的生命在跟他拼命。然后他刚刚出拳的感觉是前面虽然他那个白条在跑啊，虽然看起来好像是，一开始是因为可能是他是应该是看他的血量或是要打中的次数吧，在前面我出拳的速度消耗的白条很少，可是后面要再出一拳的时候，那个白条的能量就要很大。这其实如果他做一个要来吓你的鬼魂也蛮有趣的。我在这个暗冥末的道路上，到了，对，这边，啊，下次那我出门的时候就不要那么重，因为我刚开始想找那个废铁到底要去找谁卖，结果没想到他们一晚上准时闪现，见。那个有些特殊东西是拿来跟这个 NPC 加好感的吧，所以我就尽量留给他们。他们自己回去吧，真乖。哦，喝水，那水是最没有问题。然后食物的话，就是苹果是吃多少？我看一下，苹果哦，每个都不太一样。但是他没有写到底是加多少，那我就直接睡了啊，因为他现在时间是，哎，温度计，他可以看现在几度，那种突然黑了一下，赶快睡觉吧，睡。然后到6点吧，8个小时。卡西米尔梦见了一个冬天，一个寒冷的冬天。酒即使再热茶，也只能起短暂的作用。为了希望是处自己的炉子，但可能被魔鬼附身，因为他烧的柴火走到上面太快，我来不及看。洋葱，还有一个肉，我来煮看看好了。既然有个任务是说要煮个汤嘛。6秒，这个应该是只说可以自己种的那个。看一下哦，伏特加、风瓶、燃料，燃料应该是指车子的吧？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不用。然后这是洋葱、胡萝卜、酒，这个不用。那我要去外面拿那个木材吧。我们先解那个任务为主。这个。柴火，先拿个，应该不用很多吧。我在想，就是肉加那个什么，那个胡萝卜啊、洋葱就可以了之类的吧。嗯，煮肉汤哦，他说要肉汤我这边刚好还有，他说是这个有点像是鸡肉吧，所以我看一下哦，这个，这里还是带一个吧，因为我等下出直接出门。哦，开煮，不用。他说你必须要把水拖到这里，然后要柴火啊，要水。哦，他说要水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啊，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个宝箱这是啊，这个是他自己的主场的，这样这可以打开吗？哇，那他桶子在哪里啊？毛毛在啊，所以刚刚卖的那只猪是谁？另外一个毛毛。我的水桶到底掉去哪里了？不成水桶用换的哦。看一下。还可以上厕所，这可以上吗？我试看看啊。打开，
那是什么？我准备好了。嗯，看起来不需要啊，关起来了。好像桶子不见了、欸，所以他连孔子都给他搞丢、喔，那我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买到一个了。看一下，我先用地毯式搜索。哦，没有，我直接到自己好了。对，到了。然后。跟他打应该是有点像抢劫他，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吧，伏特加，就给他，能谈吗？他要交易哦，他是卖那个哦，卖猪啊，他是卖动物的，然后一些饲料、一些材料，他愿意收废料吗？看起来应该是刚收工具的那个吧，约翰。哦，他是专门在卖工具的。是你？他说要帮忙吗？废品再利用，有人不把它当一回事。有些人不把这些一地的废金属当一回事，这样即使在你的农场也没冒犯，他们认为那只是普通的垃圾。但我看这些。都是用过的，你需要把他们拉回来打成员又怎么样？都是建筑材料，他们是不是免费的？如果你找到一个野外垃圾场，收集一些废金属，那里购买。据说锯木厂那些双胞胎也会买，但我不太相信他，他有点奇怪。哦，他需要刚好，然后交易，他是卖建材的，然后如果把他拖在这里，欸，不行啊。那几个啊？看一下、喔，如果你找到一个野外垃圾场，收集一些啊，对，那意思是说还要找到另外一个吗？不懂，把那先跳过，你不要再找他了。他是啊，他是卖工具的，要帮忙吗？他说我对打猎一无所知，我想去森林带一只狐狸回来，我知道怎么剥皮，我会带出漂亮的狐皮，把它当做礼物送给美女女士，或许你有帮我弄到一张红毛。然后他可以卖什么？他是卖工具的，然后他想卖提灯，我跟他这样也不要。哎，那是直接拖过来就好了。他说不需要这个，那这个是卖工具的。对，我要。他说我不知道菲利普用什么来喂他的母鸡，但也不知道他是否给任何东西吃。但我从那里买的鸡量质量不高，人们买了之后基本都是抱怨的，他们有时候会想退货。我需要一个可靠的蛋的供应商，我可以找到一个，新的可靠供应商提供上层的鸡蛋，我有一个不错的订单，但是担心菲利普的鸡蛋质量不行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意思就是我要帮他那个，然后狐狸皮是给他加好感，他是卖一些哦，他有卖子弹，还有一些陷阱，常用的东西吧。那退出到底是，那退出到底是哪一个键啊？因为我每次都只按夜机退出，可是每次都会开面板。我想一下哦 ，EF Tab Z 好，再一次交易啊 Tab 哦，他们后面可以偷拿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不行，所以我必须要卖废品的话，我必须要那个、欸、去找那个找那个什么。伐木场吧，这个锯木场在我家的右边，直接飞过去。他说点击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没有去过。这个时钟是，我终于都理解那个时钟的用途。那个时钟是快速旅行的标志吧？猜。所以如果没意外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应该这个等下那边也会有一个时钟。推测啊，欸，我有船欸。这边
对，这是拿来钓鱼的嘛，但是不能用啊。看一下，这个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。那可能这种边。往前，它右边有一个小房子的。哇塞，它怎么？哦，我不小心喝到水了，让大家试试啊。把快捷拿掉好了，不知道怎么取消啊？不行，放了就不能取消了。不小心按到了。前方哦，他说那是那一栋，这是超多坦克的。这边有一栋房子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些啊，又有废品。它这个通常应该是藏有宝箱，收集。对啊，又是宝箱，然后该不会又中了吧？往前找，因为我身上有废品，所以我可以直接盯住往前。他说那个什么伐木场、锯木场这边有一对人在收。哦，刚刚的那个是不是只说要我去帮他找到那个专门收的人，然后他不相信他们，那意思是要我去帮他们谈判吗？锯木场，哎，到了没啊？怎么那么远？有了有了，总算抵达。队伍这样就解锁了吗？下一面。新的快速旅行哦，他直接要到的，就直接。第一次去就会结束。哦，有没有人在？看一下，有哎、欸，有两个兄弟。嗯，太重了，需要帮忙吗？他说，福特加填饱肚子，一直对我很反感，原因不重要，重要是他们罢工，他不给我们做饭吃，我们必须。亚地杠，但我们只有福特家，这没办法跟我们哥伯去工作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在，他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，至少做三个三明治吧。然后我们有肉，啊，三明治被我吃掉了。他做三明治，他但是他给我材料，然后哦，他这边可以把你木板跟切成原木，但是要花钱。收这个吗？收，也可以。126哎、欸，好多哦、okay。嗯，他说他今天不想多说话，他们所以他们愿意收这个废品。126，刚刚是卖多少？至少我找到脱手的点了。然后他们里面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哦，找到一个点了，那一个农场，安安的农场，教堂。我应该先去买工具的哈。那我快速移动的话，这个也会消耗，真的超快的。然后来买那个工具，刚刚是跟谁买？我想边边那个阿吧。好啦，水桶100。哎、欸，那我就回去啊，先回去煮看看吧。马上回来。啊，对哦，那个鸡，我还是有鸡，所以应该会有蛋。看看，还不饿。鸡。
有蛋呢、欸，真的有蛋，包货一颗，它四颗，然后只拿一颗，这是骗我啊！天哪，又变天了，这太扯了。那煮看看好了，他说要拿水桶，应该是装备吧。然后刚刚是说那个挡好了，没有煮过，所以试看看。他说你把这个放上来，把水拖上来，水壶是满的。但是现在有这个量啊，是，哦，我懂了，他现在这个是满的，然后里面已经有了，所以开始生火。烧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对啊，这是原本有的啊，没错啊。哦，开坛了，自由准备。哦，他有一些啊，他有给你那个配方啊。你看这个，等一下啊，再试一次，自由饭做饭。漏汤，着火的炉子需要水是漏盐，盐，我一个怎么一个漏汤这么难做啊？胡萝卜、洋葱、罐子，罐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这么的难呐、啊？还有罐子哎。我快饿死了，创赛面包。等一下，我也快饿死了。哦，面包全补哎，直接救活了。罐子是什么？功能？啊，罐子这个。还有盐，盐，盐有了。再试一次。使用，自由做饭槽一号做饭，煎肉汤应该是够了，2H，所以是生火，添加燃料，他说2H，所以你要把它设定2H，然后肉汤可以做了，后面，我懂了，他这个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再做第二个，但因为他说有四个。对，一般那个三明治是要怎么做啊？自由，三明治需要面包片跟火腿切片。面包片，等一下哦，面包片、火腿切片，我怎么切啊？肉。我知道了。外面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很贵哦，等一下。他说的肉该不会是在那边处理吧？是哎、欸，它是动物肉、火腿切片。那刚刚那群兄弟给我肉，但是我要去找专门的切嘛。算了，先做肉汤。那这个快好了，难道是要别的炒吗？不对，煎肉，加减。面包切片，哎呦哎，但面包被我吃掉了，我找到了。然后，那有没有肉可以切片的？没有。火腿切片，对，我刚刚把它吃掉了，因为我刚太饿了，就把它吃。快渴死了，等一下。
下雨，它有一个负面状态，寒冷，对，会早冷。如果下雨在外面的话，还有三 A 鸡蛋，我看一下我的任务是什么。新鲜的鸡蛋，得到镰刀，收下你的母鸡的蛋。他就跟你讲说，购买面包跟黄油啊，真的有。就不能自己切哦。诶，桶子该不会在这吧？呀，是，看一下。哦，它水最多帮你补到满，就是十，你一桶水最多就是十这样。就脱下它，这是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它将燃烧。你要准备好了，它将燃烧。到底是现在是好还是不好？不是。它是对，它是还没好，是不是？这种我把它拿下来之后，整个东西都不见了。野猪皮肉汤，哎，有了肉汤，对啊。OK，它有五个，那我自己先吃一个吧，它可以五份，所以先不用，还好，先去睡觉。这时间过很快，来了后6点。他有一样的内容，他的做梦，他一直梦到冬天。肉汤，所以我可以先来市场快速移动。等下肉汤啊，这个卖这个蔬菜的这个，有什么错？有了，做饭没有那么难吧？然后，没人爱搭理亨利。每次我看到那个杂碎都感到热血沸腾，但我太弱小，没有机会对付他，有点害怕哈。如果让他吃点苦头的话，他要干掉他。然后，亨利这是一个任务，可是他怎么突然间没有点啊？哦，他要买那个黄油跟那个什么，面包。那他任务我应该可以先给他吧。啊，他说要新鲜的鸡蛋，要多新鲜，现采吗？面包，他有一个面包，买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们几个三明治啊。嗯。哦，它废品要15个，难怪刚刚不够。哦，我懂他的意思，他不是要我做吧？他是要我帮他买来。所以，把物品拖到这里，一个50%。我懂了。原来中间那个是偷的意思，他不想跟小偷靠背。我都知道结果论了，反正那个是偷东西。重来，意思。这答案应该是还在那个主动写的时候吧。对啊，直接睡吧。我大概知道他那个中间那个就是你偷，可是你跟人家偷了之后，他就不理你了。所以，我是蛮好奇的啊。这个他要做，如果他今天我现在走的是比较正常，如果走到那么不正常，最后就只是一直在有点像是在恶作剧的感觉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捣蛋鬼在恶作剧，类似像这样。
所以我也不用特别，我只要三个，我自己也有黄油啊，这样完成任务，突然跳出来了。等一下，那么重啊，15个就爆了。猪皮，燃料，哦，筒子。不行欸，这个没办法，如果有这个就不能快速旅行了。猎枪，啊，步行去吧。它的负重量太低了，怎么会这么重？啊，是一种惩罚，是不是？等一下。盐，我今天看能不能直接凑到可以直接飞吧。你也不要了，我靠，他这个重量就60，根本就不可能啊！因为他说要给他15个，那变成你要带工具去吧。所以这个先不要急，这是一个陷阱。他那个回收的话，需要先透过你有工具搬运吧。我要先去采鸡蛋。这个再改一下，那量这个设定一直在跑掉。新鲜的鸡蛋，他可能要现采给他，现采集。我来了，再重解一次，但我应该不会想偷吧？我觉得我自己快活不了了，还偷。先理解这个规则。他说要打他，恩利，要帮坦坦吗？要帮忙吗？说你帮不了也没帮了。他说，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喝醉的人是否和平相处。让我喝2杯，咱们聊聊，或许可以试试感觉是否还行。这样，他跟我讲说，我有时候去一个睡觉秘密地点。他说那就太过分了，今天够了。啊？恩利是他吧？但是。他希望我教训他，但我第一天就教训他了，有点尴尬。所以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看一下，做三明治，就最后还是要做啊。他这个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上面跟下面这个完全不准，为什么？因为。上面的不代表下面的，我记得面包片是要建立两个面包才有办法完成，可是它只提供一个，所以我这边要多买一点。然后火腿是什么啊？火腿应该是要跟肉商买吧？火腿这个吧。烹饪过的火腿，烹饪过后的，他怎么卖烹？而且为什么一个火腿这么贵啊？哇塞，蛋姐，先买一个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要认真做事这么的难。烹饪过火腿切片、面包片、三明治，直接飞回去看一下啊！这真的很矛盾，就是自己都快活不了，还要去救别人，太可怕了。然后他说的新鲜的鸡蛋是啊，他总共要16个，所以这个要一直累积，这个先存起来。他可以直接先自由准备吗？面包切片，这可以几个啊？看一下。哦，一个面包就可以10个哦。
他都没跟你讲说到底结果论是会拿到什么东西，就是都只能自己先试了才知道。嗯，天哪，对啦，10个啦，所以三明治就可以做了。然后他看一下三明治几个，三明治就哦，这个就真的只有一个了。但是因为它下面这个锅子都是上面的东西是立体啊，一下就3秒，所以没办法指定数量，只有下面那个可以放着，让它，因为它是要那个烹饪的嘛，所以它可以用时间让它放着。好了，完成了，我刚才多做一点，我自己也要吃，多做一点，那这样就完成了。肉汤，好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到这个他们的锯木厂，然后顺便去认识新朋友好了。看起来很多要解。恩利的任务是上头啊，他要喝醉了，就亨利是一个算是反过来的。他说：“好，他刚给我10个木材，我给他三明治这样。他说炸鱼的方法，他说有一个有趣的想法，显然是当有东西在水中爆炸时，附近的所有鱼都会翻肚子飘过来。你可以轻松拿到它，而且不用费力去拿钓竿。战争似乎结束，但手榴弹却已经难买到。也许你最近刚好碰到一个，说不定。”이러니어쩌啊？는 줄을 모르는 거야. 大鱼，那旁边刚好这些，哎，这个有个地堡，哎，我突然那个地堡是亨利给我的吗？看一下，正跟他解，然后要跟他打，所以刚好一举两得。但是刚刚先后顺序错了，应该是，第一次是免费跟他对打，我浪费了那一次机会。再往这个左前方这个有2个农场。林斯有野生动物，也看到了。这除了树枝还有什么？日落，但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先来这个地方。前面有个农场。哦。新的快速旅行，第一次来都可以快速解锁。然后看一下有谁。哦，他是卖那个器具的人，说需要帮忙吗？说我喜欢任何鱼，只要它是新鲜，不像这个市场上卖的臭气熏天的鱼。我不知道送给谁，但我想把这鱼塞到嘴巴里。你不懂钓吗？我可以给你个钓竿去哦，但是我不知道现状如何，因为我后援五指从我这边偷了。他有撬棍呢，然后他有卖一些车。OK，让我想想。我发现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负重有点不太稳定，那是因为这些状态嘛，让他负重量一直在降低。他说他钓竿被偷了，不然他可以给我类似像这样。然后我先往这个地堡那个方向看看，全力冲！
地图是做很有稍微大，但是很多都是看起来是让你就是在跑步用。这是每个地吧？过，还在前面。这边呢，真的有地堡啊，里面有好暗。然后会不会有脏笔跑出来？这样。是里面。啊，都要撬棍，但还是撬棍才有办法打。然后重点是，都要那个撬棍是不是一次性？左边，我先解锁现在目前已知的快速点，可以解除的。到，好远。有了有了。这个是在干嘛的？看起来很普通。哟，有一个男的，还有一个女的。需要帮忙吗？胡萝卜的诅咒，无论怎么做，我胡萝卜就是长不出来，这让人太生气了，让你抓狂。这块土地是被诅咒还是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需要进胡萝卜，然后才卖掉他们。但是，谁知道该怎么办呢？也许这个土地根本不属于我，但是我被诅咒了嘛？我可以把种子给你，你可以试个家里种看看。”啊，他是卖那个锄头，还有一些就是，应该说卖种子的。啊，大概就该找都找了。啊，剩下就是，啊，还有一个市场。我觉得我需要先一个拖车才能解决这个我的运输上的问题。然后虽然有很多任务，但是看一下哦，每个任务是要打架，然后喝着大醉。我把酒几乎都送人了，但是我看一下有没有剩。有，我还有伏特加可以来搞，所以。我没想到这个也要喝酒。先雨过天晴。然后直接喝酒，然后就是喝的大醉，我也不知道喝一瓶到底会加多少，所以直接喝了。然后，那这应该就是有在忙的吧？决斗的时间来了，跟我打吧，打一次就好了。啊？哦，哇！我觉得是不是卡先后顺序错了，这样没办法继续打。他说打一次就好了，他意思是说后面是不是不能打？啊，算了，那后解吧。那我现在会用快速移动的方式来。因为那个，需要先换一个车子跟一个拖车，让我可以正常的，就是正常的可以运输大量的东西。所以刚刚把那个收集到的这些废品啊，搬到锯木厂那边。然后，因为它它的承载量真的很低。可能就是把必要的东西都先存起
哦，一个就极限了，用它这个机制吧，快速传送的运，这样来回运吧。我只是担心，该不会等下他们晚上就不见了吧？突然有点担心。Holy shit！看到了啊，那不见，浪费。那 一早就要去运货，这样。先休息，应该可以关掉了。哦，都固定早上6点。他说卡西米尔遇见梦见他母鸡，他们出来如此多，淹没整个庄园。睡觉的时候不会扣饥饿度跟饱食度。快速移动吧，先换钱。任务完成，战胜勋爵。哦，我解掉了，可是好像没有意义，因为等下我就要喝了，为了解一个任务而喝。交易吧，第一个可以卖到230嘛，就来回这样跑吧。用这个最低的这个。因为刚车子一台大概是500，然后一台500吧，没有要有车再有拖车，所以变成是要买两。说他很饿，肉汤，那个肉汤你把它喝了罐子会再回来，还好回收再利用。鸡蛋。任务要16，面包先不用。诶，不知道是因为他酗酒解掉，还是没有那个状态，他负重量又提升了，果然还是有差。15个，那我干脆把这个，也许可以凑出来了。看一下，再加个，完爆了。哎，可以，刚好什么都不拿，可以快速移动，呵呵，自己。加那个有一个回收的人吧，不知道他收价格高不高，但是我现在接他的，他说带15个给他，哎，不是吗？诶，收集废品，我身上有15个啊！他是说要我收集哦。那我如果掉在地上，就放放着，然后全部拿去。哦，他是要我获得吧？对了，他也会卖啊。我好像懂他的意思，他意思说我要自己去找到啊，反正谁都可以卖，不一定要卖那边的。哦，不管谁都可以。那我看他要不要打，到底要不要打？太过分了，今天就够了。啊，他的对话让我保持着问号。先回去哦。那我试着喝醉的方式跟他再沟通吧。
他说要喝到烂，那意思就是刚刚那个晃的程度不够，晃到他那个不行这样。晃到烂，我看一下。先把一些基本的带一带好。等下，顺便去教堂，因为教堂还没去过。神父，那他两边都会收的话，找哪一边好像都没有差。价钱就确定。啊，喝醉，让我喝醉吧，先喝一瓶。这个喝会增加，直接增加能量，有了。鼎鼎大醉，有什么好处？那谈谈，让我安静一会。上头。肝脏状态99%，因为酗酒。你找到地堡，哦，我懂他的意思。这边还有一个地堡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找到的，可能是打赢他，谁跟我讲，然后他现在又告诉我一个地标了，所以这边又一个，只是你必须跟他先喝醉这样。但是他不打，那我这样怎么触发下一个野猪？那干脆好，每个人都说喝醉了跟他打，所以我顺便测一下好了。这妹子打，这妹子的好感是大概已经快满了。我刚才说跟我打吧，说我现在很清醒，不想跟你打架。嗯，我是要等他喝醉才可以哦。啊。镰刀，走榴弹，好，继续慢。我要先等回去。反正我就是继续收，先定一个目标，就是我至少要可以运输的东西。前提就是继续搬货，14、16，去卖这个伐木厂这边。我看它价格是有波动啊，刚刚卖13个，那个男的给我收19多，啊，慢一步，我飞过来的时候刚好他们刚好下班了。意思太准点消失了吧？很扯，我过去的时候，噌，他就不见了。管那我们直接睡。他说卡西美梦见一个雷区，他现在处于一个雷区。你有什么办法是可以离开这里？可以试着解除地雷的爆炸。他说炸子下浪部分。他在做梦啊，不止咕噜咕的叫。哦，为什么一开始这个天气就烂到我不行？那些消耗，基本上一个肉汤可以撑全部，算是还蛮赚的，全部吧。然后那个酒好像其实只要偶尔喝好像还好，刚看起来没有得到，就是都继续要一直狂喝的那种感觉。
啊，麦看看。哎、欸，麦他们比较高，是，好像比较高，但是我要再多试几次，我怕是因为一直给，所以他一开始收价格是高的，但是因为你重复卖它之后越来越低，得先看吧，因为两边卖的价格看起来卖锯木厂那边的价格多80，而且落差很大。80，对，我还是一样，先13个，看一下。对，卖这边是最划算的，那我那边浪费了吧。好，我要买车车，看一下价值多少。它有很多种诶、欸，日行车，然后这个是500，小推车，然后手推车，2轮的，那个比较好？1000块这是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它不像使用马那么尊贵，但你可以，啊，这是自己推啊。这是自行车要加小推车吧？手推车是自己用的，所以它会，其实就是，那买这个，再加一个轮子，再加一个撬棍。它的撬棍包是不是一次性的？因为我的那个，我买的是直接现拿吗？我的，啊，有了，在这，它放在这边，所以应该是拉动，这样吧，然后我就可以骑它。靠北，等一下。算了，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该不会这个不能拿吧？怎么可能？拉动。这不能合体哦，更多附上哦，有了，齐附上，哦，它是这样，这样就可以就是分离，OK，有了，终于，但这个视角超级靠背的，好晃哦。哦，这个太晃了吧！而且方向有路了。那我这样可以快速移动吗？先，我要测试一下。先，我怕等下，啊不行，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。但是，我是觉得我可以接受这种操控，但是有个最大问题，它太晃了。这个稍微可能没办法一直专心看它，我就大概用，我觉得晃过头了。那什么弹珠会晕吗？理论上是不会啊，但我现在都很尽量避免，就是我不想要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因为毕竟会影响到实况的品质。就是我晕的话，我撑不久啊，所以我都尽量不要避免晕的可能，不然那个真的是。一旦触发之后，那个代价很大的，所以我能避就避，就算可能不会晕，我也不要去挑战这个可能这样。现在是好很多了，但是可以不要这么晃的话，我是希望可以尽量不要。我要去那个战车啊，
不是战车啊，那个，对啊，我记得可以猜吧？我看一下，我在哪里看到的啊？没有前，是前方吗？去看一下。是蛮有惬意的感觉，就是很惬意的。因为我好像是在这个去的路上看到一台吧，怎么突然锤了？看一下，因为我想知道是撬棍是一次性还是那个。来了来了。呜呜呜！等等，刹车。哎，啊，就这样。是什么？传动皮带，燃料。啊，就这样哦。哎，所以我要怎么放上去？啊，那该不会是要这样吧？确定，他是用这种方式，所以，等一下，我很想往后看，他这个不用一直按 W 啦，不知道是因为是下坡还是上坡，我发现我按了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滑了。我其实只要按，我只要放一次就好了。是，哦，有，停，应该是下坡吧？因为它是自己会前进，这样啊。所以我的轮胎应该是要想办法，就是我家的那一台，我看一下，排气管，是什么？哎呦，伏特加。去打架，蛮惬意的。弄掉，弄掉，弄掉！等一下，刹车，刹车！我看能不能再打他好了，因为我的任务一定要打他。有了，我们要一开始是摆的，哦。我总不能打，好呗。哦，不，没有，一开始是因为体力全满，能量全满。我都没抓到感觉。我觉得不主力攻击比较好。输了，喷一百，太衰毛了！等等，这个损失太大了，输 了还要喷一百，我决定了，防守什么根本就不重要啊，有能量条就直接打了，那边跟他赌那个太浪费时间了，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守，再试一次。我刚刚就一直纠结，想说到底是要防还是？来一次，躲过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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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然后打，躲过圈。可是如果同时出拳的话，好像会那个，会跟他抵消，所以我跟用生命跟他换，就是没有任何技巧，就是直接我就是肉身给他打。他打完之后再出拳这样子，因为他不被打的时候不会因为这样而扣体力条。哦，这样真的比较快啊！那边跟他玩防守干嘛？防守什么根本就不重要了，气死了！那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，有什么好处？那
它已经是，它已经满的，然后解完有那个会得到配方，我跟他好感已经爆棚了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南美特价，所以就是尽量跟别人打好关系吧。哦，这个人给他一瓶伏特加，这样好感。要谈谈吗？OK，那我要骑回去，因为我干脆试看看好了。如果我直接飞过去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是车人车一体吗？可以耶，人车一体耶，这样还蛮方便的那我觉得一开始投资在这个上面还蛮重要的。然后上面为什么有个 A 咯？A 咯？一呢？能 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是出现错误了吗？笑死啊！对啊。因为这个是真的抢先机，它其实一开始也蛮不稳定的。听说一开始连中文都口口口，连玩都不能玩。我当初是原本就想要直播，但是因为是他那个状况实在太夸张了，所以后来我才放弃说算了。但是最近看他修正之后，我才哦，那我买回来玩好了。因为他一开始真的蛮扯的，就是整个中文就挂掉，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多问题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至少可以玩。那我看一下哦。他说他饿得跟一头狼一样。哦，我想要去地堡那边拿东西，可是那个 L 让我实在纠结，所以看一下我用独挡的方式看能不能先避掉吧。那个他的意思是说你有个错误讯息的意思啊，他是要我回报吗？我不想回报，但是他好让我纠结，我整个重开好了。这款其实我对他那个感觉就是一种，就是有点像是做的很粗糙的 3D 建模那种感觉，然后所以会有很多那种问题。但是我觉得对他有兴趣的是他的那个理念、那个概念，他想要那种玩法。嗯，看起来那个应该是错误。我在这吗？OK。哦，我刚刚是要干嘛？想，我要去那个地堡播的那一台去好了。因为他地堡就在我家后面，先过去好了。他这个好处就是你他的车不用你一直按 W 这样子，因为他会有一个像是，不知道是坡度还是怎么样吧，就是我只要稍微按一下，他就开始自己前进了。看一下啊，上又停了、欸。哎呦，所以啊，我知道这是坡度哎、欸。刚刚那条路可以顺着直接往下移，那这个有上坡就白了。那好险没有买那个手推车，那手推车虽然东西多，可是操控起来就变真的要用人力了。这个还可以让它透过那个坡度自行的对帮你，自行的帮你那个啊上不去。算了，
这是什么卡车哦？这怎么会有建材啊？哦，原来这边还有，收集废品完成，这是垃圾场意外的发现。这样子，后面那个承载量到底是多少？这个虽然他没有跟我讲，他到底承载量是多少？哦，我觉得怕怕，等一下。现在是几点了？这个要回家了。这边好多废品哦，原来大概在这个位置哦。哇，那个就削一波了。我这边来回几趟就收工了。用这一招，传送术。那东西应该会在后面吧？我有大绝招了。等一下，我早上就去海削一票。下一个就是先把钱赚饱。那拾荒还比较好赚，这样。现在是几点？6点。对，怎么跟看得跟鬼一样？真的是6点吗？他到底是哪个6点？这真的太扯了啊！传送。应该不会垮掉吧？垮掉我就要下去捡的。OK，卖东西了。我一次卖好了。哇，这个重到不能动了。削一波600。哦，再回到这边运货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潮湿的状态耶？为什么会有一个潮湿状态？我看一下，人生湿透2小时。年龄30。啊，教父王一直没去找哎，神父吧，有个教堂。因为我只要看到有钱赚，就先往那边看齐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建立，他这边一定要建立在钱上面，所以不如干脆先赚钱比较重要。赚 钱比较快，既然发现一个生财之路，那就狂赚吧。那我刚刚那个是不是要去回报？对，这样子中过头。等下回市场那边回报吧。我觉得这可以塞到一种极致，哇，掉，那个，蛮好笑的。那弹出去那个，我觉得这个要一个收纳的观念。最多5个嘛，看一下啊。我的车子，有点可怕啊。等一下，这个叠起来蛮有趣的。400。我觉得15个那个好像不是，就是，刚刚那个20个卡住好像比较厉害，我试看看好了。
因为刚刚它是叠三个，然后上面卡一个，所以刚好导致一个平衡。试一次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发现一个给叠好像蛮蠢的。再一次，我看看。这样，他刚刚是这样卡住吧？我记得。三九，来试一次。嘿、欸，真的啊！为什么它会断？失控啊！这是一个问题。那还有一盒跑去哪了？有一盒被吃掉了，他不知道弹去哪里了。No，我的那一盒，算了啦，太贪了，贪了。试一试啊，那个，哎、欸，他那个引擎也是蛮有趣的。他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状况，然后重点我有一盒被吃的，可恶！算了，被吃就被吃了。好像他只要让他可以停下来就 safe 了，重点是在于他要停下来这件事。然后他会有一个像是。你刚放上去的时候的那种，就是，那个动力的那种感觉，他在推它，然后只要他确保说可以稳住的话，就 safe，应该是这样。中，超爽的，1000多了，那我先去那个吧。自己，因为那个任务嘛，哦，这个应该就没任务了吧？我猜，看哦，就是有点像跳车的感觉，我就飞出去叫 oops，我看一下啊。我要买一个镰刀吗？东西给你，哦，弹弹吗？他是要先捡15个再给他啦，所以我要带给他。跟他买个镰刀吧，交易。因为他说我需要镰刀，是哪一个镰刀啊？是这个死神的镰刀吗？完成任务，再跟他打。他完全是免费拿酒的、啊，好像有时候才能打一下吧。我要去找那个教堂，教堂好像是在怎么突然起雾了？教堂，教堂去哪里？我其实不太懂教堂一在哪里，然后是要驱邪嘛？那路口好像，因为我是错过，是不是？不拉路口啊，在这。对。神父，拿那个宝箱，是没有人啊？知道他一直在咕噜咕噜叫，但是我想说先把他找到，结果没有人。他说捐赠，跟我谈谈。他说为什么要给？
教堂的人，这个神父给一个啤酒啊，参加弥撒，捐赠。就这样，快二十了，等等，如果二到十是不是就 game over 了？看一下，赶回去，开始扣血了，饿肚子会扣血，那我已经狂扣了。等等，等等，那现在是几点？差不多了。呜。我先，哦，等等等等，哦、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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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，救回来了，先把这些必需品先拿。我觉得教堂用意是在你今天做坏事的时候的那个，你可以透过教堂把你改邪归正之类的吧。如果从那个感觉像是这样，那晚上我就不做事，我就白天。哦，那个神父那边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。然后我要带点吃的，不然哇，没有吃的了。再做一个三明治好，看看有没有。好像没有，等一下，蛋好像也没有采集。冬天的，好快哦，因为我过天的速度比较快吧，我雪白。一，两个，马上就冬天了。苹果应该是直接吃就好了，然后它也会加一点水分。我觉得它欠缺的真的是一些资讯的提供，感觉是这样。运输废品，他说可以在地图上显示，看一下。哦，他给你标示说要找谁啦？那我要继续去印我的。动地了，嗯，这边还可以回收。我等一下拿15个去那个市集那边，因为他们要任务。白尾，那这款游戏有跟好像有四个组合包吧？然后我原本要买的时候才发现，啊靠，原来还有更便宜。因为它太多组合，然后跟其他模拟类型的都有组合，然后我发现它所有的组合包里面，我的游戏我都买到，所以我在那边研究老半天，哦，原来跟这个搭是最便宜，差点买错这样，因为好像就是它这家系列的我好像都有买，除了少数几个，诶，那什么？这有个东西啊。这个是我那时候飞掉的那一个，原来弹到这边，太远了吧？因为刚好是白天，所以不是刚好是雪地，我就想说刚好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再来拿。哇，它下雪天原来这么的暗哦。刚好15个应该就够了。哇，飘雪的哇，这个根本伸手不见五指啊！第一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可以了。我直接去市集。冬天视野太差了吧？哇，好亮！我来了，呜呜，呜，等等，我去找谁？
OK。给你东西，给你有了，完成了，还有什么好处吗？250，需要帮忙吗？他说要新的木板，但不是新的，它将被陈列起来。我们必须给森林有美丽的气味。我已经没有漂亮的木板了，而且最近和锯木厂双胞胎有点不和。我现在这么想给他们什么？你可以给我有做一些新的木板吗？为什么他突然要抓下面呢？我不会锯给你的，因为那是我的父亲的地。他说我锯子不会给你。锯子哦，得到工具，你是要斧头跟锯子，就要去买哦。然后刚好隔壁这种又要打架了。哎，我发现有那个，他这边有个负面状态，太冷了。他说我动太久了，容易感冒。谈谈，他说要锯子跟斧。得到工具，产生新的木板。哇，这个太难了，等一下。他说在发抖，等一下，那我先去做事。我去，猪猪也很冷。算了，他皮那么多，他肉那么多。要下蛋，快了快了。惨了，我忘了买那个吃的，本来要顺便买的。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算了。他说用斧头去砍树，然后我旁边刚好有树，这样看，哇，都结冻了，这个可以拿吗？不行。他是这样，他说不用去管苹果树，他每年都会结。对不是哦。木板，他要木板，那我直接拿我的给他不就好了？生产新的，他好像坚持一定要新的，是不是？我试试看。欧里去，我把它全部拿起来。这样真的，啊？那得赶快放到仓库。哇，他超多状态的。哎，他有什么状态？冷漠，因为太多。有没有什么热的可以帮他那个、啊、舒缓的？看一下。看起来就有什么肉汤这些吧，热茶加一个茶，一瓶伏特加跟糖，伟大的发明，热茶、伏特加，我还有吗？我有糖，对，把它拿下。伏特加为什么是用伏特加去做啊？做一个热茶。因为我把伏特加都卖掉了，哎、欸，还有一瓶，看一下，还有什么？烧的炉子，看一下，烧的炉子。烧什么玩意儿？添加燃料。哦，完了。想要点，就我在他旁边会因为这样而这样的我吗？这样不会啊。对啊，热茶，消耗有了，状态消了，漂亮，那就先拿着吧。所以我应该是要去外面住，锯那个树吧。哇，这个太可怕了吧！这个，
这会不会太强劲了？等下那哪些树可以锯啊？去我的后山看看好了，那边应该是有可以锯的。这个不知道行不行，这样看啊。不行，你可以哦，有啦，它没有标示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去锯它。这到底是有没有在锯啊？是要切某一个角落哦，它每个都要这样切哦，一圈打一圈，一圈，好倒，哦，要砸到我车上啊。然后呢？他是说先消掉吗？欸，好像每一节都要这样敲欸，它就是你要从头自己切到尾，这个树也蛮长的。嗯，啊，这个白白应该是要指你要锯它的。是吗？也是啊。嗯。还是要继续这样啊，要这样切。对，这一块是手连接啊，升降梯。哦，等一下，那这样不是应该用这个吗？有了，这个该不会就我家了吧？新的木板还真的是要这样，也可以把它运回去给人家切，那也可以自己这样子。哦，这个超级的，除非是任务需要吧，不然真的是，这个还蛮耗工的。看能不能把它放在快捷，可以，要比较快一点。滚，这一次才一根，然后这样才大概，好像每节有点，它这个每节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。因为尖端的那个，直接砍就变成是原木，电锯，就是尾，就底部那个，因为比较粗壮，所以它可以用比较多。完成，OK，它又冷了，它又冷了，然后寒冷，对我的负重量就降低了，然后。像这样，这样也值一点点。它只要有各种状态，都会因为这样而减少你的那个承载上限。啊，我的车嘞？因为我想说，既然来了，干脆就是顺便赚一波。上车。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真的先存一笔钱，然后反正就是换了一台车会比较方便。有点雪白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它这又跑掉这边先给它停，这边也快要没了。记得这边应该剩没多少了，哦，还是蛮多的，然后还有路为什么不能收集啊？有了，它这个是哦，是那个铁板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哦。没有对准就没办法收集。重，哇塞，行不行啊？他这个冬天战力下降，太扯了吧！撑住啊，完全卡住不动了。
啊，这有点太硬了。我想说只剪两对就看起来，哇，走错路了，啊，真的太强迫他的这个体能是有限的。然后先准备这个放置，哎，好像这个方式，搬上来这样，骑上去，先到市场。可是我刚教堂那边竟然没有解锁快速移动，这也是蛮微妙的。这应该是没有碰到那个定的点。哦，撞车！哇，卡车，失控了！哦，等等等等，好。东西给你交付，交付木板，然后他没有后续了，这样就没了。该不会又可以打吧？2天一段，这样看起来那个伏特加我也得买啊，10块也蛮便宜的，诶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花钱了事啊，封好感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处，啊，可能会得到一些特别的讯息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，我看一下，这边它这边也有温度计，它一直提示你说这边很重要，这样。加好感。那它这个要什么？大家好像都要9，你看每个9是算是基本款的意思。这个是卖那个马，有些暗暗的看不到那个什么。这个嘞，我想要做三明治吧，腿。那个三明治其实还蛮不错用的，面包我应该是有的，所以不用。我要买的是这个黄油，哦，罐子应该可以。哦，牛奶应该是不用吧？啊，这个卖完就可以先回去做菜了。做菜，再慢一波。花时间来不来得及？好，不行。闪！啊，卡住了！哦，血！回家喽！要开始忙了。那食物应该是不会坏的。但他说好像要那个肉要赶快早点把它搞定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看起来那肉还是保持。生火啊，好像太早用了，应该先准备好，但是先预热吧。然后他这边冷的东西啊，他会直接好像抓仓库的。东西虽然不用带在身上，因为我那个面包刚刚没带到身上，这样也自己会触发的。好像还是有，应该是有吧？我刚刚是应该有带在身上吧？我有点忘了，已经失忆了。哦，三明治，哦，热茶，三明治。那什么可以做的啊？哦，鸡蛋。对啊，它这是抓仓，不是，它会自动帮你抓啦。我身上没有蛋啊，它会抓那个柜子里的那个东西，这样。如果靠近火炉，不会因为这样而把我的那个浑身湿透的给解掉啊。
阿飞需要水罐子，三明治没有面包片的啊，就睡吧。先消耗。OK，先睡再说。6点，开始解其他任务吧。应该先去地堡啊。对啊，我要去找地堡的东西，因为我怀疑我的轮胎在那边。刚刚看了半天都没有轮胎。我消耗。我的毛毛，饥饿。毛毛，引领，我要怎么救它？重点是，他没有跟我讲说怎么喂动物啊。等一下，毛毛要死啊！饲养动物，总会找到吃的，所以他们不会因为饥饿倒下。如果只需要喂养槽更多的肉，但我不知道毛毛的那个他吃的那个袋在哪，因为他一直都在外面乱跑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他们都很饥饿，所以不会下蛋了。欧里穴，我去那个市场看一下，就才会知道。我看是不是有专有的饲料，这样。有一个是在卖动物的那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有啦，稻草用途隔绝可以充当喂养，割草。有了饲料，传言不知道什么制成，有啦，饲料。阿满，有什么不？他说我不会卖给像这样的人。啊，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帮他，那我要我就拿酒贿赂他。你跟他不好，他就不会卖东西给你。左刺拳，刺拳，再次，我已经抓到战斗诀窍，与其防守不如全力攻击这样。四拳，免费的酒瓶、啤酒，还有就是拿来送人用的。所以我要跟他买的是，我要买这些来送人吧。如果他要的话。开始跟他感情不太好，因为我没有解他倒卖的任务吧，所以现在先透过。他说你没有带着，有了，现在至少过半了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买？亮起来就可以买了。好鸡，代表就是我现在跟他这个好感可以买这个东西吧？鸡那么便宜哦，那买5只好了。有牛可以买，我知道，2500现在不够。我的鸡欸，这个吗？我的鸡欸，在那个，我先回去，先回去农场，要喂他们会死的，
我的毛毛，啊，这卡住了。哎呀，毛毛，因为我不知道毛毛的饲料到底是在哪里。他会带我去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要去哪里？快快快快快！那你的饲料到底在哪？哎，散落，去看一下哦。有声呢，不懂。那所以他们现在是怎样？肚子又好了、哦？要跑啊！等鸡看不到、哦，他们都在休息才知道。我看毛毛的状况，一二，引领，快毛毛。他应该在这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应该是他的。这样，我要怎么给他？都放个七。哦，这样，灯打开。不懂哎。丢跌落丢吗？我用丢的。啊？还有在吃吗？哎，不对。我丢了之后，不知道跑去哪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他放饲料，因为这边没有互动可言。哦，这是重放嘛？哦，打开它，这样不行。那、哦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那个。它丢弃就有点像是删除，对，啊，好像去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少买一个东西了，它有一个什么，喂食器的东西我没有买，所以我想一下，我先把鸡放出来吧，鸡要怎么放？啊，这样。然后呢？释放。有，冲的跟鬼一样。哦，拼命吃。哦，算了，会跑出去吧。现在看我生动，我已经没钱了，所以我要想办法先赚钱。他太凶，对，先来卖一卖吧。这个废品也不能一直这样搞，它还是有限的。我也看一下，有点。我现在在这嘛，还是继续刚刚那个地堡那边有应该有资源，先照原本的计划要往边前进。我、哦、哇，身上还带一坨东西耶！太难了。哦，颠簸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爬不上去哦。从左，从这侧好了，从旁边切过去。慢慢骑。上坡，骑上去，啊！要滑倒了，等一下，用力啊！啊靠，这个真的实在太扯了。因为它太冷了，一直响起毛毛这样子，这超难爬的。
崴 脚，啊，可以了，骑上来了，这样，上来上来，终于，地跑地跑前进够，啊，幸好那个树枝不会卡到我，可以，可以，哇，这个，啊，真的，哇，失控了。哇！不行，我觉得不要尝试爬上坡、爬下坡啊。那 下坡就比较好了，感觉没变多少了。啊，放弃了，我把它弃在这边好了，自己先过去。就蛮近的，就在这而已。对啊，它里面有东西。然后要这个，因为它要灯嘛，我先用撬棍把它打开。它一次只能拿一个。打开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绿油器，我觉得好像是要组装什么用途。哎呦，我拿到敲敲锤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步枪子弹。然后墙上有个猪皮。哦，到宝了，还有一把。宝箱。先开灯好了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手榴弹找到了，任务的手榴弹在这，而且还那么多发。目前看起来就是手榴弹从这边获得，然后他要去炸鱼嘛，等下可以试看看。这边就这样了，然后回去，手榴弹。那个开灯的时候会比较延迟。哇，先，哦，等一下，啊，先回去，我放一下灯。哦，失控了。已经差不多了。其实再出发的话就他们也要收工了。我想一下啊，那今天就先。让他这个度过吧。喝水。拿了好多东西，我看一下，没有蛋。所以他原本两只嘛，我这是刚刚好的啊。因为原本两只，然后跟他买了5只，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7只。所以他一开始预设就是固定给你7只这样。整理一下，锤子，锤子用途是维修吗？是，我有疑问是，我能敲什么？它好像只能维护，但是不能，它的建设是要依靠它的剧情给我。所以这个先不用了啊，自发手榴弹，还有步枪子，那明天就可以解那个有一个要16个蛋的那个任务了。好像没有吃的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做那个藕糖，可以做一下。生火，准备藕糖，等一下，
那要两个小时，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规则来说，我就可以先躺两个小时的意思，说一个小时，这样子。怎么伤心成这样啊？太扯了，寒冷。还有十分钟呢，添加材料，做个热汤、热茶。冷漠。OK。好。然后，因为工具其实用不太到，这些骨头啊，只是增加重量而已，干脆把它存起来。哦，带一点点，这样。然后继续睡。睡。他说他梦见战争遗落的一切，隐藏。他这个在提示你，隐藏在地堡藏了一些弹药，想看是否真相与如此。他其实是在跟你讲说，你的炸药可能就是要去这边拿，提示你这样。他准备去炸，然后我这边还有一点材料可以用，所以我看一下哦，三个。又重，但是承载量太弱了。行，先存个档。我怕等一下他要弹走，所以我要小心一点。怎么不会弹走啊？这个方法，等一下。知道了，我马上骑上去，就是靠我去稳住它的重量，它就不会乱跑了。哎、欸，我连灯都拿去存了、哦。灯，好了，弹也要带了，等一下，六个弹。六个蛋，因为有人要买新鲜的蛋，虽然已经放了好几天的蛋，呜、哦，好多蛋哦！一开始花钱先买个蛋是好像比较划算，因为他一天就越产越多，每天都有固定的七颗。这重量好像也够，多带一点好了。要去卖这个，三太重。哎、欸，先去卖。哇，车子翻了怎么办？我还是可以骑吧。OK， 畜牧场。等一下要买那个什么喂食的吧。哦，等等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地堡，等一下顺便也去看。挑战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哇，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好了，交易。那五百多又有钱了，但这个终究是迟早会花光的，所以可能赶快买那个其他的来源，就是动物生产来源之类的。哦，等等等等，是谁要蛋？我想起来啊，这里面那个打架吗？打不打？有东西给你，有了，那个120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他说：“现在越来越让人质疑了，我们的菲利普那边产的牛奶出售有些什么脱脂啊，像水吸过一样，来气味很奇怪。”他说：“他给奶牛喂的是腐烂的干草还是什么？”顾客抱怨这样子。他说：“你可以帮帮我这样子。”
得到一头奶牛，哎、欸，该不会是因为我帮他解任务，所以他才一直扣我的好感吧？他说应该是他吧，菲利普，上海。对啦，要买饲养槽啦，那个不是，这个才是吧？动物的喂食架，这个才是。要买这个才行。猪的饲养槽，然后牛一头要2500、欸。猪是哪一宰的？我记得养肥之后，然后喂鸡器，低喂食器，哪一个？这包在干嘛的？我买了50块而已，我想说我买看看哦。是又冷了，太冷了，奶喝。哦、我要去炸鱼了，不管了。炸鱼，哎、欸，不用，炸鱼不是在这，我想想，我家隔壁就好了。我要的是先去地堡，这边解锁一下这个神父的点。刚刚应该是走错路了，应该是这。应该是要踏进这个位置吧，我猜。哦，等等，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这里真的没有解锁、欸，为什么？这里真的不会解锁？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那边有一个这个？嗯，没有宝箱。哎呦，发现了！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点一直开不起来啊？绕场一周，对啊，它这个地穴快速移动真的是开不起来。二楼吗？它还有二楼。主要是我觉得应该是有问题吧，或是哪边没碰到，算了。我给皮。这个神父一个啤酒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意义。嗯，好，继续前进。那我要往地堡冲了、欸。我要怎么回去呢？我想一下，巴库，呜，失控了。等一下，卡住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卡住了啊！我卡到那个啊，刷塞。欸、好，下车。行，那先把它分离。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看、啊、完了、欸，有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耶、欸，那只能这样了吧？然后副驾，这边真的很可怕哦。啊！撞到，呜、哦！左边，哇！岔赛，为什么岔赛？因为这样是上坡，冲上去。刚刚有拿到什么、啊？这是向日葵吧？所以这个植物应该是新加的。欸、又有坦克，太好了！坦克里面应该都是一些材料吧？好听。哦，结果又是炸药，而且還这是什么地雷哦？我拿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啊，太重了。两罐，好的。哇，那等一下那个应该会更重哦，光到这边就。要去了，哎、欸，
又被管进来了。公平，然后又是蓝调，不行啊，太重了。直接先回去哦，下次再来，因为只要负重就真的没救，没办法快速移动，所以我觉得就见好就收。然后回来的话就，刚不知道在哪里发现有船的，好像是在后面吧，去那边试试。哇，撞车了！这个蓝调应该是要驱动那个那一台吧？我想一下哦。地雷。我要怎么把那个盖上去啊？看看，喂食器啊，该不会是要用锤子的吧？你身上有那个东西就可以盖。看看，它应该是在鸡的那个地方吧？嗯？鸡喂食器，对啊，这个啊，还是随便放就好了。哦，随便放在他们，还是放外面也可以。反正他们都会去外面，那我放这哦。哦，忘了拿那个燃料，不是燃料，饲料啊。多啊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来试试，有了添加食物，然后他帮你选说仪式的食物，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五个。哦，50了啊，有了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你可以放他们的点，他会来吃吗？哎呀，真的来吃了 ，OK， 放这，所以你要喂他，先买这个啦，好，懂。那这个我大概懂他的意思，反正那个是器具，他的设备就是你随便放，可是反正他们会在这边活动嘛，他们找到就会自己来。那锤子应该只是单纯修东西嘛，然后还有剧情需要建造。然后我记得这附近应该是有这个池塘吧，好像是在外面，去看一下。这边吧，但冬天有办法炸吗？反正我试试看看嘛。这个可以下去吗？可以，但是你下去就淋湿了。